10:30，来自蓝星外围星流中的五颗流星将从卧室掠过。全新的世界，而您是我眼中的主人。虽然在穿梭时空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意外，但您拥有重塑身体的能力，只要您想，可以变成任何自己喜欢的模样。
怎么样，主人？新的身体还用得习惯吗？似乎还不错。哎，现在能告诉我你是谁了吗？为什么长得和我的玩偶一模一样？我叫玉元，感应神力而生，原本没有形体，在知道了您是我的主人之后才变成了这样，大概是受主人力量的影响吧。我竟然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吗？当然了，在众多的异界来客中，只有您和流星碎片有共鸣，是最特别的存在。而我的职责就是帮助您收集流星碎片，掌握其中的神力。如果拥有了足够的神力，就能回到原本的世界吗？这个嘛，是的，可以。哎，你骗我，你犹豫了。我没骗你，只要变强，一定有办法打开回去的通道。不管怎样，玉元都会像玩偶一样一直陪伴着您的。忘了介绍，这里是天空之境，异界来客通往云吹大陆的中转站。我现在要带您去云吹大陆见一位叫秦少师的前辈，他一直在帮助异界来客寻找回家的路。次见面还是要穿得正式一点，请主人挑选一套心仪的衣服吧。是主人，这身衣服简直和你绝配呢。谢谢夸奖，但我的脑子现在还有些许凌乱。你刚才说的云锤世界和云锤大陆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穿过这道天空之门就是云锤大陆，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就知道啦。我最最亲爱的主人，欢迎来到云锤大陆的最高处云波之境。我们现在要从这里出发，前往异世界俱乐部见理事长秦少师。没想到异界来客居然这么多，都有俱乐部了。哎，理事长秦少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也来自蓝星吗？不是啊，俱乐部成员并不都是蓝星人，秦少师来自一个遥远的时空，听他说话的格调你就明白了。
今天云波之境的风儿似乎有些喧嚣呢。监察官大人，发现新的一阶来客，他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同寻常。原计划，清除。啊，糟糕，遇到监察者了！还好我准备好了装备，主人，快穿上防身。这些人是什么人？这是一个监察时空世界的神秘组织，一直在四处一片来。监察官大人有令，我一条。冒险家协会的人怎么来了？哼，这个外来者究竟是什么身份？你们要为了他和龙真大人作对。哼，冒险家协会的事不劳他费心。这是来接应我们的人吗？我们不是要去异世界俱乐部吗？冒险家协会又是什么？他叫端木成，是云锤八大冒险家之一。严格来讲，异世界俱乐部是冒险家协会的下属机构。至于冒险家协会，这里不安全，跟我走。前折路，嘿嘿，千机大人的飞行技术果然值得信赖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我们说到哪了？冒险家协会。哦，冒险家协会聚集了众多强大的冒险家，拥有最新鲜的资讯和最广阔的人脉。主人要收集流星碎片，离不开协会的帮助。就是那个能改变世界的天命之人。啊，龙真是监察者的首领，没想到他亲自来了。雷鸣之下，万物寂灭。雷鸣之下，万物寂灭。雷鸣之下，万物寂灭。想逃？
神保佑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谢谢你，我没事。这里是海底，那我要怎么才能去冒险家协会？这里是西苑之海，浮出海面，游到岸边，就离协会不远了。也许我能想个办法送你上去。真的可以吗？那就太谢谢你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？我叫海明月，是刚刚通过了冒险试炼的新人冒险家，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在协会再见的。苏兰城了，一群监察者应该不敢追到这里来。你怎么突然就出现了？刚才在海底你去了哪里？龙针没伤到你吧？雨人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轻易受伤呢？关键时刻我化作巨大妖灵，犹如天神下凡，帮主人挡下了致命一击。击退龙针后，我也耗尽了全部力气，刚一恢复就出来见您啦。你天神下凡？端木成前辈，你还好吗？没有受伤吧？没有。你还没有加入冒险家协会，不需要叫我前辈。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呢。天机大人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云波之境，你该不会是主人这次的考核官吧？考核官？那是什么？加入冒险家协会需要参加能力考核，不是随便就能进的。秦少师向协会引荐了主人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端木成就是您的考核官。原来如此，那我算通过考核了吗？能在龙针手里活下来，秦少师看中的人运气不错，但失败就是失败。那怎么办？我还有别的办法能证明自己吗？这只螃蟹怎么冲我来了？它好像在和我说话。
正好。若你能战胜这只蓝星蟹，便算通过考核。丹木前辈，我已经战胜了蓝星蟹王，现在可以叫你前辈了吧？这里离协会有些远，步行太慢，你去挑一头驼兽，就算是前辈给后辈的见面礼。这里有三种颜色不同的驼兽，你可以挑一头喜欢的，它们都是又健康又温柔的羊。啊，它看上去也很喜欢你呢，快骑上试试吧。苏兰城可真热闹啊。青少师前辈引荐的新人吗？这可是千吉大人第一次主动要求当考核官呢。怎么样，你没有为难人家吧？什么？居然是主动来接我的吗？我还以为端木前辈不是很乐意呢。考核通过，人已送到，我先走了。千机大人的脾气还是老样子呢。随流星而来的冒险家，我是白鹿，冒险家协会的接待员。恭喜你通过了入会考核。冒险家协会的宗旨是探索一切未知，洞悉世间真相，不怕困难，勇敢前行。你想好了要加入我们吗？期待你成为一名伟大的冒险家。现在，
请在登记手册上按上你的手印吧。协会给你安排了住宿，这是梅家别院的钥匙，累了的话可以过去休息。接下来请回答我几个问题，别紧张，很简单的哦。啊，核对完成，异世界俱乐部欢迎你，还有些事我要单独告诉你，请到一楼的档案部前稍等我一下。只剩我们两个人了。异世界俱乐部是冒险家协会下属的秘密机构，并不是所有的冒险家都知道这个地方。未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，大家平时都会隐藏身份，低调行事。哦，明白了，我会低调行事，努力分辨自己人的。不用太紧张了，大部分冒险家都很友善。拿好，这是你的俱乐部通行卡，你可以进去等秦少师理事长。是的呢，作为云锤最大的异界来客交流基地，这里有大家从各个世界带来的新奇东西，还有不少新鲜的资讯。主人可以先四处看看。